伞被风吹坏了，今天风太大了。气球被骗，说是来逛街，然后就是来跑腿买氢气球，真好。这还有那个 Dollar Shop 是吗？没有。嗯，没有。那怎么选买？不知道。啊？你怎么来这个了？我哭了。别投东西。刚才是不是想开我的东西？买了一个糖果。啊？一个路拿走。放在门口。把那个路拿走了。那秋裤路拿走。这个路。你到时候可以那边插播一个他只穿了秋裤的样子。哦，对，你有照片是吧？有。正在找拉花，有吗？没有。尝试出镜，尝试打你，就是这里。你永远不知道你能在刀刃上花多少钱。看看我们买了，看看我们买了25条彩带，然后买了四个，那叫拉花儿。哎，不要揭穿我好吗？还有四个这个，店员都惊了，挥霍了差不多60多块钱。服了。帮我摁一下，全是拉花儿，当当，加起来的话在这。我们正在买气球。
个。哎，那个气球是不是有点瘪？哦，好像是。大家好，我现在正在拿着买的东西以及气球在往回走。气球正在殴打他，气球正在殴打他的脸。被气球群殴的 UP 主，我们买气球就回去了三遍。第一次是因为第一次是去买气球，第二次是因为气球瘪，第三次是因为他又要这个白色的，因为银色的已经被人买走了。真好，真好。又给凹造型了你。要是有那种能放在脖子上或者挂在哪儿的，你就可以一直走，然后再加速，弄那种多好。应该有那种挂在头上的，那啥，或者那种你知道那种矿工吗？戴眼镜儿、啊，且不是戴个头，对，前面有手电筒那种，就可以一边走一边录，你就跟手举，左手举着气球和那个拉花，喜节奏的人满街，对。装袋子装的那个声音都直喘，然后旁边那个人说什么来？我在哎不对，说什么来？我在 do sport。他说一开始说的，哎他说了个什么来着？那小姐，你气球多少钱一个呀？想气球贩卖气球的小女孩，像那个卖女孩小气球来着？对，像那个演唱会门口拿着一自行车的气球在那卖。演唱会门口为什么要卖自行车？不对，为什么卖气球啊？有，趁机就把刚才那段给我删掉。真的，我去过垮掉三场演唱会，没有一场有卖气球的。不是谁牵着气球进演唱会？那就在门口。开开开！你失聪了，你失聪了。其实天气挺好，你看这装饰。咱买这些能装饰一个商场，我们买这些可以点亮整个 Richmond。 大国家银行真好，真大，真大。大国家银行在 Canada 还是加拿大？纳达 bank。 我们拿着气球就回来了，终于经历了20分钟左右的长途跋涉，期间跑出跑来跑回，暖和的让人暴躁，暖和的让人窒息。前面那个。现在我要回家了。所以我现在要把气球放飞了。哎呀，我们最后再看一眼。